首先呢，欢迎新综艺正在我们芒果 TV 热播的张艺兴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这个综艺好厉害，因为艺兴自己是出品人，而且呢，他这个节目叫百分百出品，他这个概念我觉得非常酷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女团和国际上一些非常优秀的团进行碰撞，用舞台来交流，叫做六名见习生女团与国际青年进行舞台文化交流的真人秀节目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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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我今天跟艺兴说，我说几公啦，他说三公了，我说还有几公，他说现在国际上的团要来的太多了，可能会做成一个常态节目。哇，一直攻下去，一直打，好期待啊。而且呢，跟各位也说一下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艺兴也会有新歌的舞台在我们好六亮相。哇，我们已经提前学了手势舞。怎么，这个歌是为好六街写的吗？好六写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哦，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哦。你不是故意的呀？哦，我是故意的。好，我们期待一下我们艺兴的舞台，我们的出品人张艺兴，请出列。好，来。其实很难啊，感觉。难，错一个就错俩。好，来吧，这题是，请听题，如果。你是现场所有人的老板，请按工资从高到低来排序。好难哦。你找到一个逻辑就行，待会儿你说你的逻辑就行。比如说是按照资历，可以，这个我也猜到了。好，请右手看好。张老师，哇哇，全错是吧？全错，全对。我没有想到成功率，我觉得差不多有一半呢，竟然。现在我们来宣布一下，目前成功率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有五个人都对了。哦哦，那说白了就咱们仨错了呗。让我们走吧，我们。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们来公布一下艺兴的选择，工资从高到低，排名第一的是王迅，对了。哎呀，你看看。这是按年龄，第二名是弟弟丁程鑫。为何？为何？因为如果是年龄的话，那弟弟为什么排第二？所以我就很好奇。对对对，迅哥我很懂。没有，我是想说，选一个自己最熟的、对我最好的哥哥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好六团，才有这个节目，就是照顾我们的团宠，我们的弟弟，对不对？哦，给弟弟都一点高工资。哦，这么逻辑，你看他是不是没有逻辑？一会儿从自己考虑，一会儿从好六考虑。完全没逻辑，第一个人用的这个逻辑，第二个人用另外一套逻辑，八个人八个逻辑，而且他摆得好快。王迅，好，下面一个，第三名刘宇宁，第四名李雪琴。好，我们弟弟是可以站到二号位去，对对对。因为宇宁他首先也是搞音乐的，同道中人。哦。对，然后他的声音，天籁般的声音。哎呦呦呦呦呦呦。模特般，对，模特般的身高。哎，好。OK， 谢谢。哎呦呦。我们讨论一下第八，为什么毫不犹豫迪哥就是拿最低的工？一来就毫不犹豫。对对对对对，先选的第八。我很自信的站在第二，一些。你一看就是那种啊，就是在公司天天就挣着自己的外快那种，不需要发太高的工资。我是看起来像另外一家公司的人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知道迪哥有着宽广的胸襟，所以他不会这么生我的气。他这样一说，我骂不出来了，就为了我这关。你肯定是第一个，你肯定还是第一个，老板要占第一个。何老师，我想拿一分，你告诉我应该怎么，大条还是小条？你吗？哦，你不用调，你别调。好嘞好嘞 ，OK。有请。加油，一心一心，我只能说多保重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艺兴哥是绝对玩得起的人，而且他非常希望在每一个游戏当中，大家都是认真的来对待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啊？好，来准备啊！加油，兴哥！加油，兴哥！先石头剪刀布决定攻守顺序。哎呀，紧张了，先放下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
好，现在雨宁先攻。先攻，那我就抢这个是吧？对。准备好了吗？游戏开始。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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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厉害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好激烈啊！看这边。哇！好盾，好盾！你看这边。哎呀，哥，是不是名不虚传？厉害厉害！这个，哎，这个水压挺猛的，这个水压。现在张艺兴进攻，来，艺兴哥进攻，来，迅哥给我扑，上劲儿了啊！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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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吧，哥？好玩好玩，来吧。好，二比一，二比一，艺兴哥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艺兴哥进攻。来，艺兴要把比分拉回来啊！加油！好厉害啊！加油！可以了。加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。他这个水枪是有点对的，对，好，来，继续看这边，对，三三比二，加油加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刚刚慢的有点，不要紧张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这咱们再来一次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把异星线吓得开始本能的遮挡了，太恐怖了！我挡了，异星真的挡了，这是真正的赛点了。哇，他好厉害，他好厉害！你也很厉害，四比三，你们现在是加油！对，两个人这个棋逢对手。你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没有，我不行了，我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我不行了，我把异星哥吓得一抖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看这边。哇，这第一程序获胜，挡得好，挡了没扑，挡是没挡着，是没挡着，太快了，好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那个，我想跟迅哥玩一盘这个。那个，他主动要求，你是想扑他还是想跟他玩嘛？就想泼是吧？跟他玩吧，跟他玩吧，跟他玩啊！谁来泼水？我小丁帮我泼，然后专门挑了小丁呢。你是会挑哦？这么玩啊？哦，这么玩。这样你们俩玩，玩一把来，玩一把，玩一把，玩一把。哎，头一次听说要主动加赛的。对。哎，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泼吗？也可以啊。哦，自玩自泼。来，哥你先吧，我先来，准备啊！等一下啊，来，一二三，什么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一二三可还行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你看这边，好，迅哥在干嘛？我觉得迅哥的动作像是撤回了什么，来，迅哥来，来迅哥，三二一看这边啊，三二一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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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在互扇耳光。看这边，来，看这边，啊，碰的，看这边，啊，碰的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放过了，放过了，这眼镜都这样。首先，让我们有请的是艺兴哥和迅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那我躺吧，你躺吧，加油，加油。加油加油，有点沉，我现在已经我都弄不动。你弄不动是不是？对，它摩擦力还是挺大的，你得使点劲儿，使点劲儿。艺兴哥有什么想对迅哥说的吗？没事，哥你放心踢吧，放心踢，反正都已经湿了是吧？对。来迅哥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25分，加油迅哥，加油加油迅哥，来，三二一，蹬。
我跟你说，迅哥登的那个位置一点都没偏差，刚好在水球的正中间，好准。好好，哎呀，就轻了一点，轻了一点，对，轻了一点，轻了，下次，轻了两个球都会有五分的，轻了两个球，放心吧，没事，有经验了，好，轻了一点，我的妈呀！你看着那个水球就在头顶是什么感觉？逃都逃不掉，直对着。哎，为什么他们永远不会被砸到水？为什么我这边水这么准？哥，对不起你，哎，不服气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来，搞这把，这把你放心，用力一点，这把绝对的，迅哥用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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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到了，一迅哥自己雇佣，雇佣，用力，要不这次哥你来，我来踢。一行，你要相信你哥，我相信你啊，你也相信我，很准的，你看刚才是不是很准的，你就砸着了，我感觉我们队伍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，来吧，不是你有感觉了吗，哥？对，你现在有感觉，有一点，有感觉，来吧，来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一行，五个气球完事以后，立刻自己手杀，手杀，一行哥自己能停。别乱搞，别乱搞，一心你放心，绝对在绿色区域，你放心，绝对，啊，绝对在绿色区域，绝对，绝对，你相信我。关键我自己有点不相信自己了。我相信你，迅哥，我相信你。来，走，来，绿的，来，三二一，蹬，猛踢，猛踢。哎，哎，有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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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分，好样的，迅哥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得分喽！没有一点争议，这个绝对是非常漂亮，真是送分题啊！挑战开始。好。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。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。回答正确。一心哥再想一首就行了。怎么唱的来着？三哥。想用一杯拉铁把你灌醉，要让你能多爱我一点。回答正确。挑战成功。还有，我还有呢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一，你们先来好不好？争取一次过好不好？没问题。这题难，那他们先来吧。因为他给我的标准答案都只有七个，难他们。没事，你们先，肯定一把来不及。好，可以。开始。好，三二一。七月份的尾巴你狮子座，七月份的尾巴你狮子座。完了，我下了这手。你把我们的全准备了。八月份的神斗的狮子座。左脚轻向上，左脚轻向下，左脚轻。好，三哥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哎呦。battle battle battle， 哎呦！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一二。啊！
全都。挑战代表张艺兴，请挑战。我，加油，艺兴哥，干！从哪打？从这边打。艺兴哥要挑战九个人，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要和张艺兴斗舞了，现在。欢迎来到，这可能也是街舞。来了来了，艺兴从这边好吧，从静怡这边先开始好吧，来准备啊，加油艺兴哥，我从这头开始吧。哦吼，好，从老秦开始。老秦躲不了一点。老秦可以的，还拿两个道具呢。好，来准备上这个这个这个啊，对，来，对，好，来准备，六七走，五六七走，二三四五六七走，哇哇，一二三四五，来来，雨宁哥，雨宁哥，来准备，五六七走，二三，怎么回事啊？来，前行，加油，接球，来，五六七走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好，来，大大，哎，迪哥，你看，他为了不受他的那个干扰，放空自己，你要放空，来，准备，迪哥加油，来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换，一二三换，一二三，怎么这么干嘛要做这个动作？好，香蕊，哎，艺兴，从那儿到这没有起来过，艺兴全部是这个，全部搞定。总有一个动作是大家都爱做的，一蹲甩一个，一蹲甩一个。来准备，妹妹们别蹲了，香蕊来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。好，到停下了，到停下了，来准备。艺兴用这招骗了很多人了，五六七，要下蹲了，一二三，他待会儿还蹲，五六七，不要蹲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，他还不换，他还不换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，一，哎呀，终于撞上了，就是这一招，雨林雨林雨林，集中集中，来准备，集中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，换。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对的，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了，来，静怡，静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